小智，我是不是有跟你讲过话？有啊。哦，就说我看怎么会这么有缘？对啊，送给你，送给你。谢谢你。我想要怎么那么有缘？对啊，我想说，我一直想说，就是留个言好啊，没想到会抽到我。幸运得主啊！我们这个真的没有黑箱哦。多多支持啊！好啦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又见到我们的熟识的人，一个小弟弟，他在这个已经在金玉堂那边坐着很久了，左营的金玉堂，左营金玉堂哦。然后我就进去，他就看到小弟弟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你要玩吗？”然后我说：“啊，你坐那么久，还是你要不要进去玩？”嗯，然后他说：“我没钱。”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好，那我玩吧。”然后我就坐下去，然后投下去，就卡布明明跑出来就给我，我30块就送了，爽。打一阵子之后就月神出来，也是一群人在打，后来就三个一直在轮，对，结果月神也是突然30块投下去就喷出来，但是最幸运的后来就没有了，后来就上次花1000罐，花1000罐，花1000罐。哦，幸运得主。哇，结果给你，他通常都这样子。对啊，他就是这样的，他就如果给你精灵球，他就不出来。搞不好，因为我上次好像也是这样，然后我后面那个人拿到精灵球之力，精灵球之力，六二超级球，不要啦，好紧张哦。白痴哦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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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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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兄，来，还不错了，好哎，超级兄，不接了，我就是精灵球，哇！就给你那么好，那好，最好的哎，没有啊，给我那么好，结果没有那个啊，命运捉了人，都有机会啊，我是没有，那你得跳出来了，全身最小跳出来，没有，哎，录机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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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哎，有机会了，哎，还有入侵，还有精灵球之力耶！有没有搞完手啊？究竟无？QQ 到底能不能在这一轮抓到露西亚呢？准备要推了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很难抓、啊。没有钱。快抓到了！啊！还是要靠你老婆。哎，靠你老婆。哎，哎，对对对，你不要乱做哎！你不要乱做，乱做就没了。我还有录下来，这个要上侠客嘞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迷陀哥，谢谢上次影片呢有订阅与留言的观众们，感谢。
然后呢，上次有提到我会持续办活动，这次活动又来啦。那这次呢，我要送的是四星的妙蛙花，四星的超级进化妙蛙花。这次门槛呢，我设定在500订阅，500订阅。那门槛一到的那一周的礼拜日呢，我就会拍摄影片抽奖喽。门槛一到的那一周的礼拜日，我就会拍摄影片抽奖。那中奖者呢，我会在你的影片的下留言的下方留言给你。然后，所以请记得要打开小铃铛。奇怪，我怎么想抓羊？那奖品呢？保留5天，如果没有领取，会在下一部影片抽出下一位。那抽奖的方式呢，就是跟上次一样啊，只要登录你的账号，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留言500订阅赞啊，就有抽奖的机会喽。开奖的方式呢，是透过一个留言的抽奖网站抽奖，一样是公开的影片哦，不黑箱作业。那寄出的方式是店到店邮寄。然后邮寄的费用呢都是我出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好了，那谢谢观看啦，也谢谢新进的观，也谢谢新进的，也谢谢，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突然讲不出来。也谢谢新进的观众们的支持哦，感谢。也谢谢新进的。对呀，你好用功。好，我很用功。等一下，我要讲，也谢谢新进的观众跟有订阅我的观众的频道的朋友们。只要你们有看到我，就跟我打声招呼，我都会像朋友一样的拥抱你喽。拥抱我。好了，看我的影片，那我的频道里面还有其他的影片，欢迎收看，都非常的有趣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也请帮我在右下角帮我按个订阅，你的订阅呢会使我有很大的动力。那你的观看呢也会让我很开心。好了，那我的影片就做到这里为止，谢谢你们观看喽，拜拜。